统计专家联合房地产、联合人口普查等联合呢，给出了一个数字，就是目前我们国内有接近3亿左右的农民还没有买房，这里边有巨大的上升空间啊，就像刺激消费一样，刺激内需一样，来刺激这3亿多的农民进城买房。到时候所有的困难就会迎刃而解。那么对于这个提出的这个事情呢，我觉得有道理，非常有道理。那并且专家也提出来，大家不要去为未来的楼市所担心啊，也不要说没有底气去面对现在的房价，这只是暂时的。那么未来只要解决了这2-3亿的农民进城买房的这个事情，所有的困难基本上都会迎刃而解，甚至楼市房价会重回巅峰，有望创造历史新高。那么在这里呢，我个人的观点是，不排除未来还会有大量的农民工进城这个打工就业啊，甚至是生活、子女受教育，包括养老医疗。那么现在的问题是，越来越多的人并没有像很多人说的这样留在城市，而且他还在大量的返乡回到了农村。那么结合现在农村人口，我们在视频中看一下南方沿海城市最大的省会，大量的空置房一排排，就像我之前说过的啊，超多的空城计，大家看到有人吗？没有人。像这样的空置园区数量之多，多到可能我们自己都相信不了自己。那么几乎现在随随便便的一个2-3线的省会城市，房子的空置规模，也就是待销售量，至少都是在30万套以上。那更何况说这些一线的城市呢，大家想象有多大的恐怖的数字，对吧？那到底是农民不想买房，还是农民买不起房呢？这个问题呢，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，从去年2023年到今年2024年啊，农村最基本的保险就是农村医这个农保啊，叫做农村合作社，这个叫什么农村啊合作医疗。那么最近这两年房这个医疗这个价格涨了一些，大家看到有多少农民没有缴纳这个合作医疗，很多，对吧？甚至就是为了几百块钱，有多少个家庭已经连续几年断缴，是他们不想交吗？肯定不是啊，原因很简单，就是拿不出来这个钱嘛。那包括现在农村的很多人，大家都知道孩子都进城受教育，对吧？有多少农民的子女考上大学没有钱去交学费的，大有人在。那是他们不愿意进城买房吗？显然不是啊，这就是一个天大的笑话。他们也不希望在农村去天天面朝黄土背朝天，他们也喜欢到城市里享受这个医疗，享受这种娱乐啊，享受这种高消费，享受这个城市的休闲生活。但是这一切的根源的基础是什么？是你得有足够的财富，也就是你有足够的钱。农村现在以什么项目行业赚钱呢？就是种地。种过地的人都知道农村能有多少收入，对吧？唯一的可能有3万、4万、2万的养老钱啊，能够到城市去买房吗？不可能啊，甚至有可能连一个卫生间都买不上。即使是有一些农民啊，靠过去在城里打工积累了一定的财富，赚了个10万、20万，大家想一想，这10、20万是未来一家的养老钱，难道刺激他们进城消费买房吗？好，钱不够，再给你们来个贷款啊，100万、200万。